神风大乐队，一风猛然的光音响联合演出。伴奏，首先您介绍我们第一位出场艺人，欢迎黄凯琳为您带来的歌曲《此情永不留》，欢迎凯琳。Yeah.
首歌的这首此情永不留，开始了今天晚上我们的歌台节目的时间。大家晚上好，我叫凯琳，然后呢嗨你好，看到非常多的熟悉的脸孔，你说我很高哦，我还以为你两天没有看到我，我长高了开玩笑啦，因为这个是骗人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身虽然也卡卡的，有爱情卡关的位，然后看起来那个比例没有那么像大番薯，这样子比较像老夫子。OK， 那今天晚上呢，来到了我们的千禧娱乐制作这里呢，为你呈现的歌台，希望大家呢看的歌台节目呢都发大财，身体健康。大哥你好。谢谢你的红包，那要祝福大家呢天天开心，好，天天都是笑口常开的，然后也不忘了我们的辛苦的合唱卤煮，你是出钱出力的老板们，大家都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刚刚第一首歌呢唱的是一首这个费玉清的歌此情永不留，那刚刚在台下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大姐她说好久不见，然后她也说她其实很久没有看歌台了，然后想要听一首 Hokkien 歌，但是他一直吸吸吸吸吸，他又吸不出来。我问他到底是什么歌，然后后来我说是不是西北爱玩，他讲对对对。就是师父一直好不好，送来这首西别的海岸，来自江蕙的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
在哼唱这首歌。其实这首歌呢，已经虽然已经好多好多年了，但是呢，将会有好多的歌曲呢都是百听不厌的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节目到继续呢，第三首歌，第三首歌不是广东歌，是华语歌曲。然后呢，最近因为我时常有在刷抖音啦、TikTok 啦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会现在这首歌曲呢，最近也都拿来翻唱了，然后他们也可以改变一个节奏，就变成从慢歌变快歌，还有加一些舞蹈进去，就变成一首新歌。那我想，其实这首歌曲大家应该是非常的熟悉。那一说歌名，你们应该就会想起。之前呢，其实这首歌也非常的轰动一时，它歌名叫做《求佛》。好啦，送给大家，希望你喜欢。Thank you。Sound in high, say
下，是是是是，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，老师很棒，我们神风乐队老师，谢谢大家可爱的掌声，也谢谢红包，多谢阿丽阿包，谢谢郭大小郭大侠，谢谢大大哥，今天下雨哦，你不能跳舞哈，可以啦，站在那边跳了，应该会淋到雨了哈，开心就跳了哈。那希望大家今天晚上看歌台朋友都可以过个愉快的晚间时刻，还有我们所有李树同仁，在这里呢祝大家阖家平安。那个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下来的这首歌曲呢，为您送上这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，已经过去了哈，我不知道会24打，应该没有人会发现。来送上这一首，不会的哈，《梦在你怀中》。广东歌，那么大，哎。
我惯咗噶啦，呀，华语、福建、广东话都要唱。哎，谢谢我们后面的朋友们掌声。呢一首歌送俾大家，呢一首来自李克勤嘅歌曲《红日》，我们要套牙。